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来复盘一下这个 Top Glove 顶级手套，因为这个流量比较高，很多股友呢都喜欢看，这样的我就多分析一点。它今天呢又涨上来，现在就是说一天红色蜡烛，一天青色蜡烛，叮叮咚咚，一边在这边，叮叮咚咚那边，就是在这条紫色线。支撑住，也就是大概是1.1亿左右啊，一直在那边盯，它没有跌破，它自从这边突破之后呢，就没有跌破，一直在这边叮叮咚咚呀，一时青，今天青，可能明天又红啊之类东西，也就是说这个但是你可以看到呢，这一两天的这个成交量是蛮高的哈。大家都是，但是比起之前那些成交量的话，这些又少很多。就是说，现在大你看这边，这些成交量呢都是比这两天大很多的啊。今天虽然说也是比较高，相对而言啦，上个礼拜，但是还是没有之前这么高。我觉得他们现在是很多人都是在观望中了呀，都不敢站在观察，看大家怎么去操作。所以是这样子咯。那之前我讲过了的，如果真的是跌破快1000的话，短线的朋友呢，可以考虑暂时卖出去。但是如果你要进场的话呢，现在就忍一忍先吧。因为我个人认为呢，如果它能够突破一个什么这个呢进场呢就会好一点啊，不然的话都是被叮叮咚咚叮叮咚咚，因为它突破的话就是延续它这个上升趋势。现在没有，OK，这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，谢谢大家。